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千峰 UI 设计学院的 Adobe Photoshop CC 二零一九基础课程。我是本套课程的主讲老师芝士。今天这节课呢，我们将来学习一下色彩平衡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色彩平衡在哪里啊？在我们的呃调整层里边啊、呃、是有色彩平衡的。然后或者说呢，在我们的图像的调整菜单下面，同样的。 有色彩平衡快捷键就是 Ctrl 加 B 键啊，在这里呢，给大家在演示的时候呢，我就使用这个调整层去演示，打开色彩平衡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属性面板呢，首先在色调这里啊，我们可以去选择高光、阴影还有中间调啊，去选择一下它的作用范围。 那如果说选择中间调的话呢，一般就是整张图啊都是在做这个颜色的调整。那如果只选择高光的话呢，就是呃相对来说这个比较高亮的地方呢，我们会给它去做一个颜色的调整。这里边呢，咱们就先来看这个中间调，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青色、红色、洋红、绿色，还有黄色、蓝色啊，这有几组颜色。那么这些颜色呢，就是说在一排。 呈这种杠杆关系的啊，看起来像中间有一个平衡点，然后像一个跷跷板一样，对吧？那么这两个颜色呢，其实是什么？青色和红色是对比色，洋红和绿色也是对比色，黄色和蓝色当然也是对比色啊。然后我们去滑动这个滑块呢，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调色。像是当我滑块向右去移动的话。 向右去移动，那么它加的其实是什么颜色？是红色，对吧？那反过来想的话，其实它也是在减这个青色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就是加红色减青色。然后如果说你调下面的这个呢，我们向左去调动，它就是加洋红色减绿色，啊，是这样的。然后之后呢，如果说你走下面这个啊，我们往右去调动。 这现在呢是在加蓝色减黄色，啊、呃、加蓝色减黄色，你看画面中很蓝。然后我们看现在的画面中呢，它蓝的都有点什么发紫了，对不对？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既加了红色又加了蓝色。那么当红色和蓝色这两个去相加的时候啊，就做一个混合的时候，画面是会出现紫色的。 呃、哦，红色加蓝色，它是出现紫色。那么我们这个呃红呃蓝色加上这个青色的话，看它就是这种青蓝色啊、呃，青蓝色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色再减一些，它是不是就是青色比较多，对吧？啊，那么这个的话呢，其实就是给它去做一些颜色的加加减减啊，或还有就是呢，去给它做一个颜色的混合啊，可以这样来理解。 好，我们现在呢，给这张图像呢去调一下颜色。嗯、呃，首先呢，我想让什么？我想让我的这个湖水啊、呃，这个海水变得蓝一些。OK，那我就就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蓝色，对吧？看啊，这里有变蓝。但是呢，我们会发现上方的天空啊，还有整个画面啊，它都有变蓝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来看。 调整层后边它有一个蒙版，对吧？这个蒙版呢，大家就可以去使用。当我不想要这个蓝色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就可以用黑色的画笔去给它擦掉啊？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用黑色的画笔，哎，在这个上边去给它做一个擦除，做一个擦除。来，你现在看一下，变蓝的是不是只有下面的海这一部分？包括你像是它这一块啊，你都可以给它擦掉。 好，我们小一点笔刷，把这里给它擦除一下。来，现在变的是不是就只有海水的一个蓝色？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添加一个调整层啊、呃，还是色彩平衡。然后呢，我们下面呢是呃，让它比如说这些红色的部分啊、呃，红色的部分，还有底下这里也有些红色，我们可以让它去变成洋红色啊、呃。那我就加一些洋红。 对吧？去加一些洋红，那加洋红之后呢？这个画面这里是不是也有颜色变化？好，同样的，你这个时候用黑色的画笔就可以，把咱们的这个海面这一块啊，适当的去给它擦一下。啊，这里也不需要。好，来看一下，现在上下它是不是就变成这种洋红色了？对吧？底下也是擦除一下啊。好，这是这里。 嗯、呃，之后的话呢，你像比如说这一块的颜色啊，它偏黄一些，对不对？我们想让它变成那种褐色吧，我们再加一个色彩平衡，然后就是变成现在有点发黄，那我就加一点红，是不是有一点有变褐色，对吧？啊、呃，加一点红色，然后减一点黄色。 OK，然后我们在整个画面中呢，就保留这一部分就好了。那这一部分的话呢，我可以现在将蒙版都给它填黑，让它变成一个黑蒙版。就是说，这个调整层其实当它填充呃添加一个黑蒙版的时候，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、嗯。添加一个黑蒙版，你看它其实一点变化都没有吧？对吧？那什么颜色的画笔可以还原呢？就是这个白色的画笔啊，我们可以去还原。好，白色的画笔，你给它还原哪一部分？ 直接还原这一部分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一部分还原。OK，好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给整张图像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调色啊。这个里的话呢，就是给它分开去调了啊，分开去调。其实整体去调的话呢，效果也还不错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色彩平衡，今天带着大家呢来体验了一下。 嗯，课下呢，我们可以结合着这一张素材图进行一个练习啊、呃，以及结合着思想饱和度的调整呢，也可以进行一个练习。那今天课程呢就上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，同学们，拜拜。